不能让对面好好玩啊！想打蓝那不可能，在我面前打蓝那就更不可能，直接往里钻。先去插个眼儿去，走。你觉得你能比我射得更准吗？先学个抠。你让不为所动变得简单了。全军出击！奶妈给我来了一句“上单无敌”，小奶妈。就这么无敌吗？这我来 Q， 你走就行。啊，我来 Q， 你走就行。哎呦我操！不让我好好玩，拍我的眼儿！你也别好好玩，我跟你说，咱俩谁也别好好玩。啊，咱俩谁也别好好玩。算了，咬你一命。别追了。啊，这里有眼儿啊。挖沟14块，这波比带个迅捷步伐，咱也没办法跟他打爆发呀。等二级吧。你能不能别百发百中，小伙子？咱能不能稍微躲一躲？一会儿都没血了，还咋打呀？哎，我的妈！我是真是服了嘞！百发百中呗，这没法回家呀！这炮车兵，你这波回家不炸了吗？哇哦，好痛！哎呦我操！我为了补个炮车呀，可不容易呀。嗯？我不好上，他们有闪现这乌鸦，你知道吗？你给我回来一个！致命点烟，杀 ！Nice！ 敢跟机器人的塔下玩，我还没想到啊！先来个红宝石，没事，对面是个全 AD 的，我们马上就无敌。这奶妈呀！我勾到，直接打啊！你别用 E， 我勾，你就直接给我杀他！俺俩爆发，指定够杀他！哎，
杀女警来，我跟回来起立，我漂亮波比，没事，波比乱配军了，冲龙慢点死啊。你给我往回走呗，他不往回走位，这波我基本上刚才这一波是个正常人啊，都会往回走一下子，但他没走，我不知道啥意思。直接杀啊！我给你勾的，没事，我很用呀。把我打死了。嗯，我们来个钢铁烈阳之匣，还是出这个吧。现在出狂想曲会比较厉害。你直接上去秒他都可以，其实。这实在是没办法，刚才这波我必须得快点勾，我不快点勾的话，那波比死了，你知道吧？你们看不明白吗？刚这波必须得快点勾，你不快点勾不行。顺其自然。他波比不能塞呀，有我呢，没事儿。那有我保他呢，没关系。他能不能塞，完全取决于辅助狠不狠，我就这么告诉你们。虽然现在上路的无限的送，哎呦，哎呀，刚才这个 Q 没中，确实不能来啊。我先来扛他，哎，你死了是吧？没关系，我们在这儿回家啊！跳弹别打，知道吧？跳弹别打。哎呦我操！这家伙，哎呦啊，这怎么能知道我在这里的呢？这是有眼儿吗？应该也不太可能会有眼儿，哎，这个地方。哎，这个地方怎么能知道我在这里呢？这地方不太可能会有眼儿，因为一般放眼儿不会往这放。这落手攻速还没关系，有我们呢啊！
哎，可技能放的。没想到吧？哎，接球啊！这一波是接力。推推推推推推推，他们没有人，快推！那洛克丧尸之手应该不能来那么快。撤撤，往后撤撤啊！这波不好，不好打。这波不好打啊，往后撤撤。这波一定是不好打的，别急啊。来，三打一没问题。Go！呀，完了，好快快，女警来了怎么办？勾，为啥波比没来呀？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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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左边来人了，那波比咋没过来呢？不是我害人精啊、哦！俺们三个人这波包着落手，一点问题没有。但是那波比没来，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没来，但我没注意他没来。我觉得怎么的他也能跟我过来，但是他没过来。哎，克烈可装备可以啊！我应该是追不上他。克烈装备不错呀。可以来中路推。Come on, baby。先给他们插个眼儿。没事，这落手不敢上，他过来我们就拉他，问题不大。但是这波不能拉啊，这波人有点多，拉了不一定能打得过。别急啊，这不能说是随便拉，那落手拉他，我们可能容易打不过，知道吧？这有个小兵卡着我，可挺烦人呢。下来。漂亮，这人头咱就不抢了啊。我越塔来，哇猪！可以打那峡谷先锋，可以打。上哪去了？找凯隐去了。先沉默，
接起力，勾回来套点盐，胖子。来跑快快，给我起力接勾，可以打峡谷。这来，波尔比。没事，他们不敢上。打峡谷。快点打峡谷先锋。这别忙啊，这。女警能杀不？我其实可以勾他回来，不过算了吧。那波尔比怎么老狼呢？老狼什么玩意儿了？咋这么狼呢？来个骑士之士吧，这把出点辅助装，辅助一下这个波尔比。别人这就算了啊，他我们还是可以辅助一下的。来，我们插几个眼，起立，沉默，勾回来，套点盐，没有点盐，那算了。狂想曲，插个眼儿，给我上！冲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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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冲！起立，勾一下，闪现走，死了！那怎么就打我呢？谁来军带队了？我让人堵那儿了，没地方跑了。小龙拿了吧。还行吧，打了一波二换四还是二换五，我也不知道。我都不知道那个波比怎么就没有血了，突然之间就没血了，人就跑了，就回家了。岩雀有 R， 有 R 呢也不能乱勾啊。起立，勾回来，套点盐，就给我杀的洛克萨斯之手，没事。交闪，没有闪现你就给我起立。冲啊！加勾一个，干哈嘛这？在我面前要杀人？这奶妈确实是个傻子。沉默，起立，谁死了？波尔比死了，死了也比较正常，不死。这波过后，大龙可能要丢啊，我是这么想的。850。把这卖了。
slain. Double kill. 你给我点信号没有用啊。把他杀了吧。也行吧，我死了换他也合适。这波他可以小狼一下，没关系。趋势真低呀、啊！还赢个上路呢，封他路可以。别给我封住了，快点快点给我放出来！我先给你来个骑士之势。你还不如把这高地拆了呢。先插个眼儿啊，我们把这蓝给他打了吧，我看看能不能打得掉啊。快快快快快快过来，奶妈又死了，快点快点，瓦沟起立沉默，给波比来个那啥，给波比来个骑士之势，冲了暴怒骑士啊，冲了暴怒骑士啊，给我冲，没事啊，他俩杀亚索我们不管，嗯，拆家可以，哎呀，救一下岩雀呀！哇勾！这跟他站撸那能行吗？我的好兄弟，嗯。啊！下回他那个蟹手啊，我们留个 R 给他破了，我 R 就不提前放了，我最后等他蟹手了我们把这 R 给他放了，把他蟹手给他打了，出点这个吧，要不然他们这伤害不够、嗯、出这装备出的也烂，出无尽呢，出无尽呢，哎呀，出这老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有什么用，你说那饮血剑连个狗屁用都没有，出无尽，出完无尽出清雨，这随便打，出这破装备，那女警一共两件装备，我操了，一件半，你五件，打起来这么费劲，反甲重伤没有用，他
反甲重伤没有用。根本用不着重伤，这波如果开引不回来可以亏。等他卸手给他破盾，可以全扫拿下技。女将骑士之士还没用呢。